浩哥，重新回赛道，紧不紧张？紧张死了，不要紧张。嗯，兄弟们，准备了，好，好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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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赛车，哎，但你看这速度，一点没减啊！我跟你讲，这才叫天才车手。他要不是三年前退赛，早干到 F1 上去了。就这速度进国内的比赛，应该没问题。哼，那是。先别说 F1， 哥们儿，先给你们几个弄 F3 上去啊！哎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快！ 你在哪儿？我家瑞吉生病了，我男朋友出差了，你能陪我去趟宠物医院吗？好，我现在过来。 不愧是官队啊！是啊。 我刚才好像看到出夏了，没有啊，没看到啊，你是不是开太快出现幻觉了？是吗？